近日二手交投稍为放缓，加上股市波动，部分心急业主不惜近平手出货。启德 Oasis SkyTech 开放式单位，原业主因要细换大，减价至765万元卖楼，持货约三年，物业升值不足2%，料食洗费离场。荃湾翠图阁两房单位亦陆换楼成交，约三年间楼价涨幅亦仅约5%。美联罗敬业表示，上述 Oasis SkyTech 第一座高层私室，实用面积约295方尺，五月时开价778万元放售。原业主需换大单位自用，故心急出售，减价13万元，获外区上车客承接。尺价约25,932元，原业主于2018年5月以约752万元购得，是次造价时光倒流回3年前，账面仅获利约13万元。荃湾二手屋苑都录同类小赚个案。利嘉阁许喜龙透露，单位为翠图阁一座低层 F 室，实用面积约477方尺，两房间隔。原业主趁辣椒期届满，即以658万元卖出物业套现换楼，尺价约13,795元。若以2018年7月购入价约628万元计，期内账面仅赚约30万元。即使港岛二手楼近期升势都见减慢，美联社锦华指出，筲箕湾中心 A 座高层私室，实用面积约304方尺，外区客因家人迁出，居住空间需求减少，早前已沽出原先自用三房户，物色细单位换楼，获减价20万元，以568万元购入上址，尺价约18,684元。该单位约三年账面只升值约52万元，升幅约10%，除换楼赶出货外，移民盘都有减价货。利嘉阁陈志杰称，葵涌新葵芳花园 D 座中层三室两房户，实用面积约408方尺，放盘近2个月，叫价680万元。原业主因有意移民，减价29.2万元。新近获区外上车客以650.8万元承接，尺价约15,951元。中原师弟民族指，启德龙誉一座低层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约499方尺，八月初开价1,300万元。原业主亦打算移民，刚减至1,272万元转手，尺价约25,491元。将军澳屋苑亦罕现平价成交，世纪21将军澳清区内清水湾半岛五座高层 H 室，实用面积约610方尺，三房设计，八月初叫价920万元，最新减价50万元，以870万元售出，尺价约14,262元。据了解，同类型单位市价逾900万元，是次属低市价成交。